了宣传旗下的产品和拥有4000万粉丝的抖音美食网红合作拍影片，没想到评价两极。有网友评论他在蹭网红的高流量，也有人认为以他的人气跟地位和网红拍片有点 low 掉啦。大家怎么看呢？谢霆锋邀请我去参加他风味派3周年的美食品鉴，而且他是亲自做给我吃，怎么样，羡慕吧？终于看到真人了，我的妈！就从小就看您的作品，我也经常刷到你的视频。来宾，哎，先尝尝这个。哇，红烧肉！哇，这个兄弟们看着可以啊。哇，这个卖相绝了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怎么样？兄弟们，说实话，这菜做的很一般，但上来就说实话，他不会打我吧？还是再尝两口再说吧。感觉如何？峰哥，我们确定今天可以说实话是吧？必须讲真话。必须讲真话的话，就是我感觉这道菜一般。因为可能在上海啊，我这个红烧肉吃的有点太多了，就我感觉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亮点。或者是让我突然就觉得啊，它特别香的那种感觉。你别打我吧，跟我感觉是一样的。这个新品呢，我们还在测试中，对，还没想出这个所谓的眼前一亮的这个亮点。想出真感说真话，特别好。那你先坐，我再去准备一下。哇塞，来试试咱们的烤肠。我这个看着可以。你慢慢吃。哎，好嘞。这蚊子都香，哎呦我的妈，会爆汁，兄弟们，哇塞，这太好吃了，这好吃，这好吃。